有被骂，你被骂。受伤吧，所以你们现在就要好好保护你们自己。 我当时比比的喝，我当时比比。可以啊，换妈妈怎么讲？我当时比比。雅雅，你也是。雅雅不不。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先谁选？反正我当时比比，我就是当时比比。哎，然后大家都在走来走去，你不讲，那是真正我讲的。那就是球员。管理没有好不好？你没到那个下面去啊？你现在怎么样？ 我们在这边嘛，就是做事的，有比赛的人，连家长都很爱。你刚刚讲那里面，现在又讲这边，你刚才讲河堤上面好了。不好意思，全班你最大是不是？全班家长都下来了。家长是家长，麻烦请。办什么人民杯啊？歧视原住民是不是？没有歧视原住民。现在什么事情？我们要到里面去嘛，主办单位怎么样？对，走法嘛。 那边不是有家长吗？家长是家长。也有民众啊，还有人遛狗啊。那是家属，我们有看到我们都。封锁线在哪里？跟我讲。就这里啊。你那边爸爸怎么写？去看，你的封锁线管制区在哪里？跟我讲。刚刚走来走去你都没有讲，我现在到里面，你请我出来，我现在在外面，你又在赶我，什么意思？你本来就不能看到。 红土区，红土区是我们比赛区，你本来就不能进啊！我已经是劝导你了，先生，麻烦请理解这一点。我们接受了工作人员，我们就有违反比赛他进行的一切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跟外面走了吗？你标示出来嘛！你标示出来嘛！你把章程拿出来，你把章程拿出来。那我们这边有规定。 章程拿出来给我看，你的区域在哪里嘛？哪出来嘛？什么叫没有必要？空口说白话，你讲什么？不需要，这里是我们。如果说你是媒体的话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你要妨碍自由是不是？我没有妨碍自由，但是这边是我们工作区。旁边都有人啊，还有做里面的人啊，怎么了吗？这里真的是我们老人政府的人。对，如果你真的是媒体的话，麻烦请你去申请你的媒体证。你在做什么？对，麻烦请后退，谢谢。请你到，请你到那边去，谢谢。 麻烦你，谢谢，拜托，先生。你找警察来，请你找警察来。要叫警察吗？对，叫警察来。 Udas pipi, udas yo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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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udas pipi udas yo, udas udas pip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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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, udas pipi pipi udas, udas pipi udas yo。扶起来，把它扶起来。再闹！我用不用讲了？我大师 B B， 你是外国人吗？你们两个唱。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好了，唱吧。没有。妹妹，你真的是夸张。怎样不爽啊？他就是牛逼，牛逼大题。来。哎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哇，你真的是很勇敢的女生哎，你。还没叫。哎。来过来过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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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相信自己。要拆照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。
赶快去拆了，哎、欸。我知道我会去拆。那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那个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几个把子，是吧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现场。比比不啊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，吹喇叭！五大师比比，全在五大师，你的屁股五大师，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。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！比五大师不啊，比五大师不啊，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裁判都愿意被拍摄，
那请他停止拍摄动作。你们没有资格这次赛事，麻烦你向县政府嘛，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。啊，我现在就不让你拍、啊。为什么不能拍？不能拍，我学生啊，我有肖像权啊，你为什么要拍？那你们不要比赛啊。为什么不要比赛？比赛是县府办的，你要申请摄影证，请去跟县府申请。现在都有手机，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。啊、你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，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？那你去提告嘛。提告你去提告嘛？提告啊！我们现场就请那个，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。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、哦。我们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，这个是县府的比赛。会长，你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，那你们全部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他们都遵守，他们都不需要你拍。我没有违法、啊，你钻哪一条嘛？什么叫不同意？那你们去离开美伦国中自己去比赛嘛？不需要你拍啊！你这什么机会啊？离开啊！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！可以麻烦你离开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没有违法、啊。大家都是好好的跟你讲，请你离开。你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。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，好不好？对职员、选手、家长之外，群众就是观赛，眼睛看，不是录影。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？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？你管太多了，麻烦去做裁判。你管道太多了，裁判长、欸，这是我们的裁判长，一样啊，要服从法律嘛，一样的做法嘛，哈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要录影，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，啊、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。我们也到场内，谁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，那不是大台到里面申请，你不要自己解读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自己解读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公器私用，利用警察来弄我，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。来，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。不要这样，不要影响我们。你看到没有？教练说，让裁判为难。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。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，不准我拍。其他的有讲话吗？对。好了，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，你要嘛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。我就这个距离，我没有违法，我是搬法条出来嘛。你也是有时候会误判，你也是搬条例出来嘛。我们没有违法。他们现在大会，他不高兴他的事情。他们租借这个场地在办活动，县政府运动这是公家活动，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哦。不要误解哦，拜托。因为疫情关系啊，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啊，外面已经讲过了，实名制登记，我照规定了。实名制登记。好了，不要跟我讲这个，我已经讲了嘛，那边有去查嘛。是啊。榜二，李弟，榜二，李弟。李弟是什么 ？BB。我、哦、那个，哦哈。哪一个国中 ？BB 国中啊。牛。牛。打进 BB。鸡。
没大不必。水怎么讲？跟小比比。没有问到。大是比比，然后问他，然后问我。那三光国小有什么特色？没有特色。那以后想不想念大学？不想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做大使 BB 生意。哎，好，你们真的是哎。你要不要掏钱啊？哦，女生问。女生叫不必。哦，女生叫不必哈。没有啦，刚笑的啦。男生不是叫房啊？没有。没有啦。纹面怎么讲？蓝叫比比，蓝叫什么绿？蓝叫比比啊！蓝叫比比，比蓝叫好吃。老大肚子大，蓝叫再老大好吃啊！烫一点，遮遮脸。Let's go!
打什么？姑娘。短的打什么？十八。十八，谁教你唱的？妈妈的爸爸，因为我爸爸那时候九岁。干嘛帮俺们？哎，俺不能这么的点呢。俺妈摸你的人家不行哦。好吗？你本身走啊！不要走，拿回去吧。不要走，换了这个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奇怪了。哪里有？有哪里？来，我们请队长端着最后一个蓝笔，来，预备，请起个劲。没有，没有的，抽手都会被打。抽手不是每天都很好，对不对？打击有每天都很好吗？走啊！打击有每天都很好吗？没有啊。啊？还有吗？没有那个谁啊？张志豪吧，志豪、苏志杰啊，哪一队的球迷？你哥哪一队？象棋。那你们呢？学长在这里，学长一点点不帮，还没有不帮的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要拍照喽。没问题啊，就帮我们。没问题，我们要拍照喽。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嗯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勃起天尊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勃起天尊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勃起天尊啊！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嗯，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印度花岗吗？花岗屌神，你们今天还有比赛吗？有，在哪个场地？在屌神的那个场地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Mahi Busu。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 ？Manu Kata An Su。泰鲁格族话。超级白怎么翻？大家跟我比比手。你这样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乐视啊。你烧乐视，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
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？那台女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，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现在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现在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毒吗？我先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有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。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重点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。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哎、欸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面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 po 我了，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女再来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。对。对，你打。现在打，我等。